啊，咱即马对头前这段《心经》的本文188啊，都看一下哈，188哈。诶，这段经文咱解释还未完。一到188遐在写无无明，又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又无老死尽安尼。好，现在等来，好、哦。啊，即马咱就是计讲，迄、那个无明啊，后边都一个叫做老死。啊，这老死吼，即、这个就是叫指六道中众生的生老病死安尼。啊，众生即个生老病死，咱都讲到六道、天道啦、吼、阿修罗、人道、畜生、鬼道、地狱安尼。啊，像咱前日是讲到这个天道生的状况、甲死的状况，迄、那个要死的进程，伫天上要死的进程，因为天人有哪死？哦，啊，天人要死的进程有以三个位：头上化位、身体朽坏、腋下出汗、啊，不落本座，哦。这个像是安尼吼，有五岁相。那么五岁相若掀起来了后，这个天人有那真痛苦，啊，到尾就堕落三途因安尼。哦，大多数拢堕落地狱恶鬼畜生。啊，假使讲伊伫迄个时阵有个重新皈依，安尼应该有那袂堕落安尼。啊，像咱应该甲看阿修罗，这是大概解说尔哈。起码阿修罗都是有胎生的天道修罗，哦，啊个有脑化生的人道修罗，啊个有卵生的鬼道修罗，啊有湿生的畜生道修罗四类。啊，但是因安怎样结束闹事，这个状况呢无查出资料，在当时要读我要整理这本心经的时候，无去甲查出这个资料出来。啊，即马来，咱来介绍，咱今仔日即个人道，即、这个就较比较较详细。哦，即、这个咱来看一下，咱即个人间啦，吼、哦，人间有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五处十机，五处十机地。所以这人间道内底人吼，就是有的是地狱来的，来出世做人，出世做人的人啦，哈。有的是对地角来，有的是对鬼道来，有的对畜生来出世的。哦，安怎吼？但是有的是人道在转生的，比如讲前世做人，啊，今仔日有啊叫做做人安尼。啊，另外有哪有天人来？哦，有哪有天仙报真顶降的安尼？都有这几项了哈。啊，你看有哈，看有，所以呢，那是不再有一种是菩萨示现人间，有哪有安尼？啊，那菩萨下生，伊来人间呢，就是示现要救度众生的这个职责安尼。所以一出世了后，都带着先天的责任。啊，有那有成绩会，就讲过去，伊都因为有对经藏有侵入，啊，出世到迄个真自然的对这个经藏都了解，好、哦、啊，对经藏有了解了，当然伊就开始做度众生的工作安尼，这个叫做菩萨示现救度众生安尼，啊，了解哦，伊出世来就是安尼会晓都有法缘，啊，法缘就开始内行。迄、那个搁在延续伊个本愿安尼，吼、哦，而且搁在看，那是如果伊是过去圣贤，啊、哦，还是讲天仙，伊都无对了，天仙啦吼，而且伊无对了，无对了，转生伫人间里，当然伊就较保护这个仁义道德安尼。啊，了解吼，伊唔敢不仁，也唔敢不义，啊，伊内心就充满着这仁义道德。啊，了解吼，但是那是如果
恶道来转生诶。恶道譬如讲地狱恶鬼脱生，因为伊诶习气也未尽，习气也未尽哦，所以伊诶举止行动，拢总无共安尼。啊，了解哦，拢无共哦，迄款着怪怪，生出着怪怪啊，所以真来个。好，即马下面再来个，比如有诶胸怀，亲像修罗，即个以前生的代都是修罗，阿修罗来人间诶，所以呢欢喜爸爸，啊到处呢喜乐乡民安尼，喜乐乡民敢听有？遐卡油，遐卡油，啊若卡油卡无，着要拍，像即马。用迄个油田填迄个叫啥汽油弹之类诶，有无？即几日有无？哈、哦，用即个个油田啊，啊，甲迄个医生强悍迄类诶，就对。啊，甲欢迎数字，啊，做角头啊，会老大迄款诶。啊，了解哦，迄款是有收落来诶。啊，了解哦。阿修来来出世，啊，所以现在就发展伊的本性，啊，了解吼、哦？有的是牛齿弯骨，啊，弯骨多，弯骨甲亲像精神安尼。因安怎来看安尼？因为在这动物的中间吼，有的是受困绑的动物，比如讲骆驼啦、牛啦、马啦、狗啦，这种的人拢好困绑掉的，啊，所以今生今世。伊若是讲过去的业力已经尽啊，啊今生出世做人间都来得灵，那差不多弯过，真弯过，智慧未开安尼，啊无耻无耻，迄类诶吼、哦，过去是真有特性安尼。另外有一种是贫贱笨蛋，伊人哦，人非常贫苦，啊贫苦等于毋得无福报嘛，无福报毋开贫苦。唔过照讲啦，是无好无贫苦，应该爱家己去努力安尼。唔过伊唔肯努力，啊笨蛋，较亲像恶鬼安尼。安怎较会亲像恶鬼？因为恶鬼吼，有诶苦咧，啊袂顶袂当，身躯大，目肚大，啊无通食，所以等于总袂无爱做工课，迄恶鬼总无做工课，袂去讨食就对。啊，那是讲这种恶鬼来人间吼，因伊过去就是无见福报，啊，无见福报呢，当然伊就对了恶鬼道安尼。啊，那恶鬼道以前要起来到人间道啊，伊原在作笨蛋的笨蛋，笨蛋中个叫做笨蛋安尼。啊，了解哦，伊唔趁食啦，啊，要去做啥？要做迄个流浪街头，迄款人安尼。我讲你敢听哦？流浪街头的街友迄款的，要去做，伊都唔，伊甘愿好过，啊都唔做工课。我讲你敢听有？啊有的是安尼啊，太太是外边无闲事，啊先生是自己跟咱浪流连佚佗，啊当啊春当手，啊饭卡都煮熟熟，啊就饭时客咧都要乌饭卡要食饭啊安尼。啊，叫去做，那唔做，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安尼。恁有翁安尼有无？恁敢有翁安尼？恁的翁敢有安尼？恁的翁那是按着过去的恶鬼道爬起来，啊，了解无？就是过去的恶鬼道爬起来，有那唔愿做，啊，无福报安尼。安怎样吼？另外，街友啊，遐流浪伫街头遐吼。车头困，遐倒，啊那不得对，地下倒，遐倒遐困，啊边个门口，啊那有人可以吃，伊家吃无就困几日嘞，伊就嘛个困安尼。迄款就是过去吼，伫个轨道起来，啊是安怎开对那个轨道，就是因为伊个在过去唔肯报喜安尼。安怎样吼？这因果都啊恶性循环。啊，恁人呐，安尼我跟你讲，你都无死啊啦，安听吼？你都无死听吼？
你无去外头，囡仔要交学费也无，啊，牛奶粉钱也无，对吼？啊，三顿要食也无，衫裤也无。啊，当然你看到囡仔安尼，唔甘，你就去外死。啊，甲恁翁讲讲，啊，你去设法啦，你去设法啦，伊都唔做啊。啊，你佫甲伊讲嘛无效。啊，这金星唔做，后出事，佮佫堆了个几多呢？安尼都恶性循环。啊、所以咱人哦，照讲啦，无报喜啊，应该拢有这种的下面、的后边的报应，对恶鬼的报应，甲贫苦报安尼，啊了解哦。啊，有一种是作恶多端，众生受尽的地含地个小将，哈、哦，安尼要卡袂到，就要拍，啊要冤家，啊要共强害，这款的都含这个修了哈，相差无解济。哦，啊！若厝边隔壁有一个啥，伊就讲，安尼要共有强悍啦，看人有钱就要共强悍，啊，要共卡油，这个叫做作恶多端，共绑票、共冤家、共强悍，哦，作恶多端，但是不断去收紧，比如讲关了就搁出来，啊，出来怎么就搁作恶，就搁关啊？迄款的人啦，哈、啊，迄款的人，都我亲像地甲多安尼，哦。咱世间就这几类嘛，啊，一个就咯，迄款强下的迄款咯，做罗马、做角头的罗马，这大家都惊就不归路。当地迄个澳门掠一个回来嘛吼，对吼，无啊，无结婚啊，即马足几种病啊，佮每一个都不归路。我讲不归路怎样吼？嗯，所以即个爱足注意吼。现在有上述的这个头前所说的这个实验的作为，所以人间有因有缘，有斗争，有冤枉，有不公平，哦，冇欺人甲被欺，然后这社会就是安尼，冇抢夺，有拐诱，有杀生害命，有侵占，有被骗，冇强欺弱的，哦，世间就变安尼嘛。有大欺小等等的事实，啊！你即马世间都有这物件，就是牵连着咱的过去因，啊！甲你过去的作恶，譬如讲你今仔共强犯，你将来受报，一定爱用那红枪断。你有一丝那物件都红枪断的，必定安尼，因为你过去都共强犯，作恶多端，所以今生无福报。你贪一丝啦，都红倒去安尼，一定会安尼。哦，所以有这物这代志发生嘛？还了解哦？所以因为有头前所讲的这个作业的属性，所以形成人间的死亡无共。安怎哈？有的是长寿，哦，有的食到百外岁、几百岁，啊，个身体健康，哦，啊，有的是腰健。啊，为虽然当修，唔过伫梦城，到梦城到着一二十年，安尼嘛是不行啊。了解无？我是计讲安尼哦，那是该人再见，啊，规个阵来拖起来呢。安怎吼？安尼比个拖个较好安尼。啊，了解吼？有安尼病病到一年、两年、三冬、五冬、十冬、八冬，安尼都不好啊。安怎样吼？吼、哦，这个是安尼，有的是夭折，有的是现象嘛吼、哦。有的遭遇无望，实在是死亡，讲无代步就开安尼，吼安尼，冇安尼啊，不然干出嚟，哦，啊，吃狗屎，哦，一个是啊，一、那个叫做无望实在。去工地，哇，土流来地死啊，有无？哦，那叫做无望实在，这拢有原因的着。那么碰巧哈、哦，了解哈、哦，所以大家啦无必修哈，可能拢有这个问题。有的人是荒废连天，得病浸泡而死亡；有的是遭遇无情的水火地震死亡，水灾啦、火灾啦、地震啦哈，迄、哦、种种有原因。地震是咱台湾，这个叫九二一，八十八年吧。八十八年九二一，就死2600几个嘛，
哦，这个叫做地震死亡。有的你甲看，水淹死啦，火烧死啦，你看目镜了遐吼，迄无应该呢，但无应该，就要甲讲无应该也不对。都迄个东坡溪，迄石头顿起来，啊无清，啊将这个顶悬的山水下来，啊阵即马未当顺水沟流去，阵搬起来搬对迄个目镜了过安尼，安尼嘛死几十个，安了解吼，这个叫做。无情的水火打劫安尼哈，有的是和这个病业、病心就讲安尼破病，一年过一年安尼，哦，啊，看安怎医都医未好，啊，愈医愈严重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啊，困梦总是困到假暖一边，假暖一边安尼，哦，会记着啦。有的是伫手术开刀痛苦难忍而死亡，有的伫手术台就死啊。伊袂当讲无痛苦了哈，伊有那袂当讲有痛苦，因为有时阵麻醉超过就先煞死安尼，有无？麻醉过头，迄个麻醉也要过头，有无？这代志大家黑龙江，这看无妄之灾，拢有前年老哥，啊无世间代志那遐奇怪，啊，这是安尼哈。人間道就是這樣，那都有關，有因果關的，有的人是苦禁刑法死去的，現在他們就為了苦禁他搞怪跟他說，啊，如果沒有就是到這個刑事那裡，刑事組那裡，為了要跟他說，啊，跟他經，經到看他事情要說明，啊，所以萬隆死的也有啊，像之前那個李書科那個，你還沒記得，像銀行500萬啊！抓一个替死鬼王英仙去替死，哦，迄个是有那，虽然是人间都是玩弄的哈，迄绝对有前因的嘞，无别安尼。然后李书科去抓，无去抓，啊才抓王，抓这个计程车，并未计程车就王英仙抓到啊，种硬甲掉，啊硬甲灌醉哦，还是灌醉死的嘞，啊唔敢讲。也去甲填伫迄个啥物河里啊，淡水河吧，吓啊！啊，这嘛是原因啊，这唔是讲伊今生会防玩弄死啊，就是有前因伫咧。所以咱人吼，即、這个病啦、啊、各种的后苦啦，拢总有前因。安、啊、了解吼、啊，有的是瘟疫、电击而死亡。瘟疫是啥个？最近迄、那个叫啥沙士，对吼？杀鼠啦哈，安怎样哈？迄款非典型的肺病嘛哈，敢是安尼哈？唔是旧病，迄款固定型的迄款肺病，这个瘟疫，还是讲这个个，迄、那个个啥？天狗疫，天狗疫知影嘛哈？变一变嘛，死袂少的啊。阿哥在一边，囡仔等下也满死86个，这个叫做瘟疫死的。有的去有电视，这个电视叫做闪电，吼、哦、闪电啦吼、哦。啊，甲这个啥，甲这个个电线电视，足奇怪的电脑会白爆发，有无？啊，电视机会爆发，滚水管也会爆发，这是世间无的呢。啊，外国唔得有无？干那咱台湾有呢，有无？电视机变两台，其他三台嘛，啊，电脑变两台，一直足奇怪呢。洗衫机也变去，洗面盆啊也变去安尼，啊，挂到规身躯，有诶个老血老伤济啊，死去，一个女将嘛吼，血老伤济死去，啊，有诶是挂到大坑洗哩，这种总是因果啊，这种因果，吼、哦。有不如意的自杀的，最近失业，足侪自杀哈。最近啊，啊有诶一个失业，啊个红阿婆冤家，伊也去跳楼。有诶失业，互老爸骂，也去跳楼。有诶失业，互老母骂，搁举刀啊刣老母。吼、哦，这种种不如意自杀的代志。安怎吼？总讲一句啦吼，咱人间都有一样生，百样死安尼。啊，这拢总是后果哦。我这么讲的，这拢后果。了解吼、哦，我这么讲，这拢属性啊。这本册已经写十几章啊。
这种属性，啊，是安怎解安尼？吼、哦，拢总是效果，就是无正善因，有作恶业，怎样开始产生这问题发生安尼？这就是人道的状况。啊，你内底若生着一只迄个啥，一只畜生来出世哦，啊，你讲你着落死啊，分担啦，骨来接分担做啦。啊，不过你嘛是你欠伊啊。我讲你听无？啊，若生着迄个啥，生着迄个个，迄、那个个地狱道来出世的吼，我甲你讲，伊大汉道，就拢总要欺负人，作恶多端啦。不过我咧讲吼，若有去修行啦，应该袂这种的人袂入来来地里发展。啊，若有入来，我再甲你讲，尽管咱的家庭有迄个来要投胎啊，恁伫即个个胎教内底改。来教化出来，胎教甲教。比如你今仔只老，比如讲做人的大家人啊，想做人的迄个丈妈吼，知影讲查某囝有心，还是讲知影新妇有心，叫伊较紧上普文品，上金刚经，了解吼，即、这个囡仔就变出来，另外变好起来，一定会啊。啊，若要生产顺利。叫伊上即个地藏经安尼，啊，若要互即个囡仔有智慧哦，你该上金刚经甲法界心经，叫老母上哈，老母上，啊，就毋免惊讲即个囡仔将来变歹去，吼、哦，爱注意哈，就爱会用胎教，啊，你平常时哦，叫恁即个有心即个少妇，较少捌看经安尼。安尼，这个囡仔就是伊个胎进来，伊嘛变好起来。我讲听好吧，吼、哦，爱注意，好、哦、来。啊，即嘛，咱简单过来，甲咱讲这个畜生道。因为这个畜生道，哈、哦，这个畜生道，你若是要彻底较了解啦，哈、哦，恁来看一本六道苦报安尼。一本吼，下当佫互恁去了解哈，六道苦报一本哈。即嘛，这畜生道的死亡，譬如讲。离不了台挂，啊个破刀，吼、哦，啊个开灯，开灯就讲迄灯啊人啊个要甲吃嘛，好不好？迄低灯啦，大灯啦，啊就搁甲搞开，啊都是得得嘛要甲吃，啊莲花嘛要甲吃，即马感觉去食智慧，唔知影啦吼。较早连智慧都搁寻起来，啊，袂人做智慧汤，有无？有吼。啊，那台鸡啊，都搁用米甲寻起来，啊，搁个另外落去杀，对吼。都差不多一只鸡，干那鸡毛无只尔啦，甲鸡屎无只尔，规只食了了，吼、哦，对吼。哦，啊，那无得迄个嘴啦，嘴顶骨可无只啦。鸡卡要无食，剩咧食了了，你甲想看卖？啊，得去分析，分析得剁甲一块一块嘛。啊，你讲我猪肉有诶，当下得甲夹甲脆脆，吼、哦。啊，得去互剁啦，剁甲脆脆啦，搁甲夹甲幼幼啦，有诶是切片啦，有诶得去煎搁煮安尼，还有都是火烤的，用火来甲烘啦，吼、哦。所以。一个只顶顶死亡后，得阁再处理，注意情况嘛。哦，这畜生都是安尼啊。啊，有诶是大动物食小动物嘛，知影吼、哦？你讲迄个动物片诶遐，迄动物片迄个看迄野外因翕迄个狮食羚羊，啊食斑马，吼、哦。啊，连迄个鳄鱼、连水牛都吃落来呢，有无？你若看到动物片、动物器官都即个种个，啊，了解吼，都无法度，畜生都定呢。啊，所以唔通对落是较好对落啦吼。啊，咱若要下对落，你就是去食动物的肉，食动物的肉，将来你就防食，因果就是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唔通食动物的肉，听好不？注意哈，
搁即马来轨道啦吼，我今来得简单介绍一下俩。轨道内底有四星，但是呢，多数拢算是化星的规律。安怎样？化星的规律有的是受刀兵剑秋砍杀而死亡。搁再来，死了风吹了一个生，生了一个受砍杀个死亡。哦，安尼。生而有死，死而有生，会使讲自然吼有骨力一变安尼，了解吼、哦？我伫迄个六道科普篇内底写得较详细哈。有一种恶鬼，佫是上吼野狗分尸，吼、哦、啊分尸了死后，风吹又佫生出来，啊生出来又佫互野狗分尸，分尸了就佫生安尼。生后又个分析，安尼一日有生达数亿次之，数亿次的这个数量啊，安怎吼？啊，你若唔惊吼，唔惊落去试看卖啊？安了解吼？若唔惊落去试看卖啊？吼？啊，即卖来搁在讲咧，地角多，地角多，即地角多贵，含贵多贵又无相。那么这地角多的贵，完全是被拘禁，未当自由。被拘禁哦，所以轨道的轨还阁会当得到自由的，甚至这个地狱道的鬼魂在拘禁中，阁在受刑罚。哦，有的是破条而死亡，有的是刀轮而死亡，有的是灌当浸而死亡，阁在有的是千刀万剐而死亡。哦，这一书。要甲讲是讲袂清啦吼，但是地狱道众生有一个共同点，吼、哦，会记真啦。因是日一暝四生生死的处所，有的是达到九百亿处之多安尼，一遍吼四九百一遍一日。不过因遐一日含咱遮一日是无共，安了解啊？所以以上所讲的这两所情形，请参考六道科普的真相安尼。你参考那本书有较详细哈，你参考看麦，你等爱看啊。即、哦、马来哈，佮再来，佮再讲，佮讲下一个。因为咱即马去讲无无明，也无无明心嘛哈、安尼，好，即嘛阁注意看，注意看一下。总共一句，这个做总结哈。无明，哦，譬如讲，什么叫做无明？无明就是妄被自性的虚妄心。了解哦，咱人的自本性本来是光明体，唔过受到贪嗔痴甲各种的这个业力、善恶的业力。已经砍了，这个光明体是指咱人的自本性，哈、哦，安尼。但是这个无明，就是咱人的自本性受到业力所妄变，安尼。啊，妄变了嘞，就是顺咱人的妄变来去作业安尼。所以我前日有跟人讲过，咱人内底。这个贪的精神啊，愈强，你出世伫人间，拢差不多属于贪、贪欲念，差不多啊。叫你布施念经，
啊，但是一味精钱，啊，连一点啊应该会当补习，你都唔肯补习，哦，安尼叫做奸，甚至一味要欠，一味要贪，一味要欠，有下你也要客气吧，无下你也要客气吧呢。所以咱人即贪的精，愈重就变安尼。啊，那是受气冤家，就是内底有亲的精神。小可代志就受气，就要冤家，要相拍，啊，就要骂人。啊，面相就歹歹安尼，迄叫做亲。啊，那不得无耻无明，什么代志拢袂地位袂开，啊，家己想家己对安尼。这款的蒙蔽自性，好、哦，由贪嗔痴蒙蔽自性了，迄、那个叫做无明安尼。哦，按、啊、我讲，安听有吧？吼、哦。安尼叫做无明。那么行呢？即马只是行字，行就是啥？依照无明的妄心，未向所作业因安尼。所以这个行，咱前有个人讲，就等于贪行。哦，行就贪行。安尼就讲贪精智就想要贪。亲恨心的精进人，强得卡袂得都受气安尼。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行，安、啊、了解哦。那么来摄，就是你认为你无明，啊，唔得贪行叫做作业。啊，作业了后呢，依所作业，他藏在即个阿赖耶识即个种子，搁在过去，啊，即马搁作业了，伊搁在藏落啊，安尼，即、這个叫做摄。如来中受蒙蔽，安尼这个较叫做摄，是依所作的业，搁再重新存在摄中，啊，甲搁去投胎安尼。好，譬如讲你今日是有人道，当然你得去投胎人道；啊，那无咧，得去投胎畜生，得去投胎地狱。哦，啊，那无得去投胎鬼道安尼。哦，这政治就是前礼拜都安尼甲人讲过。心里个起见，譬如讲你今仔日有贪，当然得落轨道；你今仔有嗔恨心，得去落地狱。啊，若讲你贪到报报安尼啊，你唔过你后出世，搁在做人个中间，你得贫苦报安尼。好、哦，一定贫苦报，无钱啦，搁安怎弄钱都无钱。啊，你若欠一撮仔钱哦，鬼谁知呀？我咧讲，随处发生代志安尼。我就捌甲恁讲过，较早一个同事吼，这是三十几年前的代志啦。恁大家回乡领是阮阿无解释，伊安尼欠欠欠欠2500块的回来钱，2500块，三十年前2500块唔是少啦吼。安尼大家讲，伊即马回来钱都要对甲买回啊。啊，讲唔代表，就讲你看要徛喺家人，还是要徛旅馆安尼？营收回来，不过他长家问了、啊、我现在他营收回来了，明天早起我又上班去了，没看到这个人，我问说、啊、什么人比较没看到，他太太的早起啊烫一个麦起来，所以整个麦全倒在这里烫到整个肉都湿去，去过入面了，入面开了，都开到迄阵花钱开了了，较出呢安尼。我看你敢听有？有这边看就安尼，有啊，有存一点嘛，但是业力虽高，无到边看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因为什么原因？这里依种色中，会记着了。你像坑底下，有的是起安灵的一星吼、哦，一破米饼，一破油起安尼。在人间道内底吼，无一人如意安尼，对不？啊，那假使即卖用这个十二因缘法的顺序，然后来甲讲，你即卖唔得无明，已经造业，造业放伫中世，即卖在中世较未来较带动你去投胎，譬如讲你还佫会使，你来投胎做人，吼、哦，你投胎做人。他形成到这个明显，我有跟人讲，明就是这个改变出你去投胎的中阴身，安尼，你去投胎的中阴身哦，哈，
啊，再投胎去重新甲爸母两项物件，吼、哦，譬如讲老母的物件，啊，甲老爸物件，安尼，啊，甲中阴体，安尼多三位一体，吼、哦，这个多三位一体，较像一个胚胎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较像一个胚胎，甲假生伫老母的身躯里面。安尼，这个叫做灵性，性就是质啦吼，这个是知识的质，就是老爸老母的两项物质安尼。啊，即马来投累了后，慢慢，甚至有些要经过八礼拜，哎，不是不是八礼拜吼，三十六礼拜，对胚胎成长。啊，拄啊经过三十八星期，啊三十八星期就变成有脚手啊，所以这六级就是六斤的意思。六斤因为差不多四个月就升起来，啊升起来了当然还未健全，有诶早产诶是七个月八个月，还阁饲诶活起，有诶就饲未完。哦，啊即卖了。先那开六斤叫做六入，因为这个就是会摄入。所以讲六斤，哦，摄入六斤。安尼，这个叫做六入，摄入六斤哈。安尼，所以这个叫做六入。但是你既然有出事啊，就含大地接触，所以你出入就是胎儿诞生。六根和六尘接触，但是还未有障碍的心思啊，都已经都出世了啊，出世哈，譬如讲还未出世的进程是这个多灾灾大和妈妈的交作会，啊，即嘛出来了后，灾大甲家长囡仔伊也倒切，倒切吼，惊伊即个脑有痰，啊，切个甲拍泡哭出来。啊，靠着这点气，还有个对平看下咧。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冲啦哈，接触大地这点气，啊，甲慢慢接触六尘的这个境安尼，这个叫做冲。好、哦，冲就是安尼哈。那么来冲了后，有一个感受，哈、哦，冲了后有一个感受，所以这个感受有顺受，也有逆受。真来得感谢着，真来得本文感谢着修，对吗？有无感谢修？啊，即马修会记着了，即马修来得有顺，即马有顺变能修，所以咱人对环境吼。有一种是真无爱，叫做逆受；一种是我欢喜的，这个叫做顺受。安尼，好、哦，咱拢有安尼环境有两种嘛，一种好，一种歹。不过那歹，你不得不你无接受，那袂使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受了后，就变成爱。爱就是啥呢？咱众生已经有接受环境，但是对这个顺受的，好、哦，就生出各种的欲望。对不对？现在各种欲望，这个叫做爱，但是处就是对我欲贪求的作业。对我欲就是对这个色声香味触贪处安尼。啊，那无就是这个财色啊、色水这四五项。啊，你就是要妄处，啊，妄处变啊，即卖来就有啥呢？蒙出了来，即马来又就是对他买所做作的各种业安。你既然伫咧蒙出，哦，应该你也要退，无应该你也要退安。安尼叫做蒙出，蒙出了就啥有业力，又就是业力，搁再重新业力啊。新做业力从今生来，啊，你得个新的业力了。即马生就是以你所做的这个业力。哦，伊所做这个业力哦，搁再去受报投胎安尼。
搁再重新去受报投胎。好、哦，这么来哈，譬如讲你有先投胎做人，或者投胎投胎善道，还是讲投胎恶道？好、哦，恁看这道场，所以这么来，这么来叫做老死，有生就老甲死安尼。所以人就是安尼循环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了解无？安尼看好无？看好无？安尼真白啊！我解释安做白，所以即马来哈，即马阁讲一遍哈。咱今仔日若无爱老甲死，吼、哦，当然咱那是老啊艰苦，生老病死拢痛苦。咱若无爱老死。咱就卖来出世，阿、啊、你听我，卖来出世就卖来生，那不爱来生，所以一日你就卖作业，又得作业嘛吼。阿、啊、你若不爱作业，你就唔当忙处，唔当这行阿别，那行阿别啊，唔当讲求我用，吼、哦。阿、啊、个再来，你不爱讲求我用，你绝对袂使贪爱。你若无贪爱，你就袂讲求五欲。所以咱家学佛的人注意，就是要破掉，无搁再做新的业。啊，你若贪爱，会搁做新业无？爱注意这点。吼、哦，你讲这人也袂，那人也袂呢？当然，你会搁再做业。不该处的，你就要搁处。吼、哦，所以这里会记着，处就是最五欲中，叫做搁讲求的作业。搁再来，你卖贪爱。贪爱呢？若无爱贪爱，你就卖感受。比如讲，顺境逆境，会逆境，咱已经有出息啊。但是一定爱有平常心，绝对唔通逆境，你就安尼随便放平，顺境就欢喜，好不好？平常心，当然就是对这个境，无论好还是歹，卖起吼。因为咱个人必定有各种的错误，你难免呢，过去因果嘛。哦、一定会安尼哦，但是你绝对要平常心，啊，搁再有正直心，吼、哦，正直心当然你就袂去妄处啊。所以顺境甲逆境两种感受，你都爱家己好好去彻底了解。啥物我讲有顺境，顺境卖贪爱，逆境呢，以前到逆境，就是因为咱过去的前因，你爱了解。啊，将来哦，你若无爱感受，你就最好卖来含大地接触。你若无含大地接触，这个身躯无来出世，就无这个感受。咱看有吼，看有无？这名利爱对这个对中来，搁再来哈。你若无爱来含大地接触，你当然你最好卖有六根，因为你一旦有去投胎，就生六根，六根就摄入六尘。这个话听有哈？就摄入六尘。那么你若无爱摄入六尘，就会去见。你卖有明显，就讲你卖有去投胎。你若有去投胎，会变六根；你若无投胎，就变六根。哦，安、啊、看有无？看有哦。啊，你想那个未去投胎，最后因为去投胎，这个有一个中阴体嘛，这中阴体在家嘛，去找有缘的爸母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唔靠有明显变六根嘛。但是你无爱有明显。你最好今生今世，你今仔有去学佛啦？你最好来个净化者，真内底若无物件，就是色。咱人的业色中的色境真若是无，就无生死轮回的主要原因啦。好、哦，今仔来哦，你若要无色，当然你卖乌白修乌白行。唔通乌白白贪名作业，所以重要今仔日，你一定要断烦恼去无明。你哪会当断烦恼去无明？我甲你讲，你就别别乌白做。吼、哦，你哪会当断烦恼啊？烦恼就是无明嘛。但你变哪断烦恼？即马这条是较重点。吼、哦，即马来哈，我会烦恼去讲。要断烦恼，一定要有智，无智你袂当断烦恼。啊，智要对对来，等下好甲恁讲一下哈。
注意看哈，这道理吼、哦、百分之百正确。十二因缘法就是安尼，后来搁再讲，今嘛搁一遍讲哈。咱今嘛甲看一个两百空一了，众生轮回的三界六道，这原因就是无明。为个讲到等下，即爱反复给你讲开的真相，写靠印象。众生，哈、哦，会记着呐。即无就是无明，是有妄想心给人扑束，扑束了，因此所定灭伫即个社社会里中，啊，颠倒妄处，就是做了真济无合理的行为。爱看有哈？因为对啊做，唔对啊做咧，该人做佮袂样做，无该做佮做到一大堆嘛，迄个都无健康的行为。所以来，既然有做新的业因，自然有精气，佮再加入这个适中，安尼就愈方便。哈、哦，我即马讲咧，讲过讲过来，佮讲过安尼，安尼看有吼？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安尼讲来讲去。所以总色中突准，总色中既然有精气，自然会去找有四气了。今今生已经四气啊，啊四气了，就去找有缘的男女去投胎啊。啊那无道理，去投地狱啦，投恶鬼啦，投畜生胎啊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有业识去投胎，自然有形成这个造成气的这个明显。哦，有去投胎就变明色造出来，明色就是真，甲中阴体起来三无一体一体的脾胎，啊脾胎伊就变化，变化出来呢，自然有六入，六入就六根嘛吼，三十八诶，坦白讲下者，三十八星期就慢慢生长起来，再来一些机制咯，但是六根既然生性，当然一定爱落地。诞生安尼，一定爱出世嘛吼！出世了，含大地接触了，即嘛接触后，自然对顺境就将落修，对逆境就将会苦修。啊，苦修了呢，当然就各种的这个个感觉，安尼自然乐生爱，苦生恨，爱本来是贪爱，苦生恨。本来是无正常，因为唔知过去的因果嘛，所以咱人间伫人间都来得熬苦熬乐啊，应该大家知影，吼、哦，有那有苦有乐，所以有贪爱，啊那自然展开这个欲心的追求和妄处，哦，所以这个修爱来就变妄处，啊处咧，来一个有业啊，新的业就阁生出来啊。新的业生出，有新的业，必定阁受未来的果报，随业力阁再有出世啊！哦，这里有的业，业阁有新的，阁再去新受生，受生一个未来生生世世不断的老甲死啊！呢，安尼叫做十二因起一种自然循环。哦，啊，这重要是甚么回事？也叫做应该咱来。爱安怎勤擦勤忙，有未来各种的这个六道生死轮回，重点是这个无明明。安尼敢对？对无？是无明呢？靠未来生生世世不断的分段生死啊，算不是安尼？啊，这问题多伫遮，因为真来真来充满着这个业力，我跟你讲。在你就轮回未煞，啊轮回未煞，你今生今世已经出世啊，你搁在做新的业嘛？哦，啊唔开讲普贤菩萨讲，咱个人的业种生吼，每一个人哦，拢偏虚空界啊。那如有如果有形象，啊你看你变哪程度？所以今下底唔敢讲啊，讲啊，即大家应该明白生死根源，就是无明，无明歹做业啊。哦，啊你应该知影哈，无明。啊，那咱今日若想讲，真正真正生死要解脱，应该先断除无明安尼。你若无断除无明，你绝对无可能解脱。这个是较重要。
因为你若讲一味无明啦吼，我甲你讲算是一味作业。啊，一味作业做到到尾，你苦报连连，搁六道生死不断。六道生死不断，就变叫做分段生死。人念咪地界，念咪个鬼，念咪畜生，念咪阿修罗，安尼七座八座，你当然永远永远都一段一段生死生死安尼。啊，你当然你今日要断生死，都要先就是这个生死经文，你先认识。生死经文，你若是认识了，你就对这个业识的正气，看变那有清精力和清气安尼，好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好。